山东家杜鹃主要生长在海拔400至3000米的区域，这里分布有杜鹃花科植物奇数36种，是华中地区杜鹃花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。这棵台湾水青柑古树有200多年了，我们这一片古树林有100多棵这样的古树，大体胸径在60到100公分。我们大力开展国土绿化和生态修复工作，利用本地的自然资源优势，培养本地的珍稀树木。同时，我们结合精准脱贫、乡村振兴工作，实现国家公园整顿、老百姓增收的这一目标。